在哈，来到了哪里？嘉义市的一个夜市，叫做嘉乐福观光夜市。在哪里啊？嘉乐福观光夜市。对，它旁边好像刚好就也是有个嘉乐福那个大卖场嘛。啊，各位可以看到我后方哈，啊，后方这边有没有？那个就是嘉乐福，嘉乐福大卖场。是，这边啊，那个标志对。对，嘉乐福大卖场。看得到啊，对，就是说在嘉乐福这个嘉义嘉乐福的大卖场旁边有一个夜市，有一个夜市叫做嘉乐福夜市观光夜市。它的嘉是嘉义的嘉，不是家庭的嘉。对，那它这个夜市哈，刚开幕哦，刚开始要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就说哎，这个夜市在嘉乐福旁边会有生意吗？啊，那一晃眼啊，也开了蛮多年的啊，很多年，十几年有了。嗯，差不多应该不止了，老蒋。对，反正也很多年了，也很多年了。哎，那我今天再来逛呢，发现这个夜市都还在。对，而且人潮汹涌。人潮汹涌，很多人。哎，那表示应该有它存在的条件，啊，要不然刚好开在大卖场旁边，这个生意就有互相这个竞争的冲突嘛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观光夜市到底是怎么样，可以看一下。对对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来这一个观光夜市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要从中间进去？对啊，好，哎，是哪？不是这头？对啊。前面是吧？对，好，那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。对，头在这边。对啊，这边人潮非常多。走好啊。至于这个夜市哈，大不大我实在是不清楚，因为也是第一次进来。碳烤的。对。碳烤的。啊，不过他们这种夜市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，因为它都是固定摊位，对，哦，固定摊位可能比较理想，人真的是很多。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过年的人潮还是怎样，怎么感觉非常多人？非常多人，对不对？大家很喜欢逛夜市嘛，我想说家家姐姐应该都有。对啊。对啊，也有卖面包几厚的，还刷毛，也有卖面包蛋糕的，哦，超大鱿鱼网，深海鱿鱼桶。太大了，要走就是夜市一段时间。地瓜球我们也会做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们都有拍片拍。我们也有教人家做地瓜球。本源。古早味红茶，对，薰衣草是法国，薰衣草它是高山的薰衣草。好，你比如我跟南边泡的花茶，那个味道都一模一样。啊，你往靠边啊，都有一点芳香剂的刺激。也有卖卤味的。还在那看。
摊位应该蛮多的哦。他这个摊位好像是每天都有的嘛。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你这个夜市。对啊。听我的小孩子讲，这个几乎是全年无休。啊，对他有说全年。有，好像只有。几乎全年无休。礼拜几才没开？几乎都有他的。对，几乎都有开。正确时间好像是固定的夜市，就是几乎都有嘛。对啊，你像四大夜市也天天有啊。啊，像我们如果说大林的话，就是礼拜一才有啊。对。啊，他这可能是固定的、哦。这是固定的。感觉还蛮长的。刚才有到那个家乐福那边去吃那个回转寿司，刚吃完就吃不下。那一个我帮忙拿来，一个我帮忙提，好。吃的地方比较多的，对，几乎大家都是来找吃的比较多。这个不止摊位，还有搭房子呢。哪里？这是整条巷子都是两侧的铁屋的。啊，你看。固定的啊，固定对啊。这等于形成一个夜市的。不过他这个好像路蛮窄的。对啊。这个路这么窄，这个单向通行可能比较好一点。
这个黑鹿鹿混呢，我记得在文化路有看过。嗯，对。嗯。臭薯条。好，走这边比较好走。一定要塞车。啊，对，我说这个路很小条嘛。刚才我在讲路很小条。好不容易终于到这个宽阔一点的地方，哦，那往右边走好了。对啊，不然那边左边，左边去右边的话没路了。那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们？打电话给他们了，你的手机不坏了吗？就这样。啊，对对对。就是要这一只啊，这是我的。你要走那边啊？对啊，先照干嘛？哎，这边还分两条路，你看。啊，这边还有。还分这边有一条小巷。啊。那边还有，啊，这边比较热闹。对。哦。这边吃的吧。这边还有美食区、游乐区，你们看到？没有时间到。对啊，吃到了什么？不用下班吗？加班啊！加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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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一下好了，讲啊，好像比想象的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那这过去还有？对比我们想象的大。哪一个？反正这边有捷径吧。有捷径出去啊。那边还要更多的。对啊。Thank you.
应该是这边吧，哈。对，出口那里。我觉得好多人。对。这只外面应该卖。我们会不会走到迷路？好怕人讲。哎、欸，是他。你不看不完。啊！表演你哭哭了，哭哭了，去了，去了，去了。那个甩那个。啊？啊？你要买吗？谢谢。拔丝地瓜。啊。拜拜，待会见了。我们只看一部分，后面那边太多人了，我们放弃了。放弃了。太多人了，放弃了。果真不小。就是油啦。包包在这里。都在后面。因为我们刚才是走这一条进来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对啊。他们找到大马路吧？哈哈哈哈哈。好像我们不是走这里，对，因为走过来的时候没有很多店关门的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又是另外一条吧，因为我记得没有看到很多关门的店。不过我想应该也是快到路口了，手有点酸，换手。快到路口真的很大，这个也是。对。然后换，我们手有换吗？应该有。对。Thank you.
过宠物啊，我有养过。这个原味的。在车上，车上，那这有个修手机的啊，没那么快了，他不可能有那个料的，那个修东西没那么容易，啊，较料，不是在夜市有办法修，哦，这椰子树好，这椰子树嘛好高，对啊，这样应该就快到外面了，因为我记得在外面有看到椰子树，是两层皮去粘的啦。对。有没有那个入口的招牌看到了？隔壁条进。对对对。所以大家会顺一个方向走，进来走这边，出去走另外一侧。那你出来以后要做个 ending 吧？对啊，在门口吗？好。在这边站在后面。好的。因为这没有人会走这里。因为实在太大了，我没有走完，大概走一半，到一半左右的路程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我们就绕出来了。对。我想应该嘉义很多人应该会来这边。不用，我站在。应该几乎都每天都开。对他这个夜市的内容哈，应该算吃喝玩乐都有，玩乐蛮多的哈，那个算是比较集中，对不对？跟文化路还是不大一样，啊，这边很对，这是逛夜市的啊，文化路那边是逛街，对，这边比较不一样，比较像夜市。对对对，啊，如果喜欢夜市的，就来这个，家乐福。观光夜市啊，是不错的。对啊，那我们那个直播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啦。好，我们今天很开心。好，我们今天很开心。